想听故事就对了啦，那你要把阿宝抠过来啊，阿宝应该就是第五名还是第六名，他从北打到南啊，我还以为他在环岛，高雄神世赛出顶级辅助，阿宝你眼睛中有泪水吗？请问班尼，阿宝那出现什么缘故吗？想听故事就对了啦，那你要把阿宝抠过来啊，你们标记阿宝啊，伯邓，伯邓，伯一下，为什么我会取这个名字？是不是？那就很简单啊，我就是站在阿宝的前面嘛。你们要标阿宝，叫阿宝来。我这样自己讲很奇怪。谁找我？要不聊天室？聊天室有没有找阿宝？你们自己说。不然你一直叫我讲故事，你们要把他按个赞，代表你们有在找他、啊。他打那句话，你要按个赞。啊、不然他以为是我在找他、啊，你们帮按个赞，你们赞有超过二十个我就讲好不好？我就说了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名字会取这样子吗？为什么我会取阿宝那座山？因为我就说了，我在当选手的时候，阿宝是练习生，阿宝是看着班里的影片长大的，你们懂意思吗？那班里在拿冠军的时候，阿宝在干嘛？阿宝应该就是第五名还是第六名？你懂什么？那冠军数班尼略胜一筹，那论世界冠军好像也多他一座，那我取这个 ID 是没毛病的吧？合理吧？好笑，我们是好不好？年少得志是吗？哎、欸，是怎么讲？年纪轻轻就赢了他，我们26岁，他28岁，国内冠军五开啊，那是因为班尼没打了没？不然你觉得？你那个2019夏季有办法吗？再想一下，再想一下，阿宝再想一下。我们那个例行赛打到世界赛，总共只输了3场而已呢。阿宝再想一下，你是在看啥？抓到，小兔子乖乖。保证你学会，来看我，把你教你们，保证你会翻得到。要不是班尼2019好不好？夏季没有打退出，不啰嗦了好不好？那一年冠军应该也是拼起来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说国内冠军，我城市赛冠军也一堆耶，我城市赛冠军也3-4个哎，那我是偏秀的。阿宝，我跟你讲，阿宝哎、欸，我跟阿宝差距在哪里？各位，我再讲一次。班尼第一次打，这样靠边，我在准备打。班尼第一次打城市赛，就是高雄冠军。第一次打就是高雄冠军。那阿宝的第一次城市赛呢？他从北打到南啊，他给我环台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各位，他给我环台，我还以为他在环岛哎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打城市赛要环岛哎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有这么难吗？阿宝，很难吗？我们今天是来观光的，来旅游的。表演的，我们是来比赛，没有，我们太烂了，是在参加而已。环岛，台东啊，好不好 ？OK， 台东见。笑死我了！一起来碰我吧，过来，来这边还有一个，谢谢。哎，靠边，我大哥被打，大哥来坐。哎呦喂呀！保证搬得到啊，各位！保证搬得到，各位！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怎么这么简单啊？一起都招去头，顶我一下，拜托！哇，真的是受不了，根本鬼才吧，各位！阿宝怎么跟我斗？你们说，你这句话讲得很好，高雄神世赛出顶级辅助。班尼就走在你前面，你就是照着我的步伐在走，先拿高雄城市赛，再踏入职业场上，先拿2座台湾冠军，你都有跟着走，不错，但你就是少我一座。对，哎、欸，啊、你都不放点招二技能爱心之类的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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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各位，我不胡乱，阿宝在我旁边，你们真的以为他？你们不要看到身高，你真的以为他是我哥？真的，你们不说，还以为阿宝是我哥，好不好？他在我旁边，搞不好是我哥，你们懂吗？咱们有一说一啊，各位，我们看到他也是叫声阿宝哥啊。阿宝要拼一个世界冠军的队 ，OK OK。阿宝没拿世界冠军不会退役 ，OK OK。有时候你知道吗？记录就是留在那边让人家打破的、啊，那都是眼泪啊，各位，那都是眼泪啊。阿宝，你眼睛中有泪水吗？挤得出来吗？阿宝，哎、欸，我拿过世界第二，拿过世界第三，世界第四我也拿过哎、欸。我一二三四都拿过哎、欸，没有拿过一二三四没有拿过，好不好？什么世界一二三都拿过啊？是什么意思？谢谢。我八十五年次的啊，工厂、啊、算数都不会，搞什么？八十五年次的、啊，1996啊，生肖属老鼠啊，你们有什么疑问的，我这边一一解答。26不会啊，我也是小鲜肉一个，好不好？现在很多选手看起来都比我老哎、欸，再想一下。靠背，谁被我断到啊？跟鬼一样哎、欸。扁塔不会痛的感觉吗？很空啊，我受不了，我走。你妈塞，打把你打死了，谢谢。很多那种就是这种十几岁的，就说啊，班尼辅助好烂，靠背。班尼我强的时候你他妈遇不到啊，现在你还输我的话，那你要检讨、欸、你知道吗？我已经26岁了，你还打输我？你那个16岁、17岁、18岁还打输我？送你四个字，送你四个字，边仔红干，好不好？我们是讲国语的，台语的你们会吗？用的。你们不是所有人都在浪头上的，好不好？潮起有潮落啊。对，你赢我是正常吧？哎、欸，朵啊，你是怎样？我们是怎样 ？Face to face 哦。Face to face 哦，你怎么在我面前？就我觉得赢我都蛮合理的啊，啊我输就输啊，怎么样？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像排位跟巅峰赛输不起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说我是最强的，但是我是最帅的。这我们再次宣导好不好？我不是最强的，但我肯定是最帅的辅助啊。哪个辅助比我帅？GG 吗？哎呦呀，哎呦呀，这兵都不清，怎么一直怪？那特安那输，啊，没怪。我跟阿宝比，阿宝不敢跟我比吧？行吗？但是人家有女朋友，阿宝比较帅了，好吧？我们不要样样都要争到赢，你知道吗？阿宝比我帅，但是我比他强。妈的！你在那个手什么意思啦、啊？出来给我数。谢谢。辛苦啦，辛苦啦，各位，下去啦。那你们整天叫我讲干话哎、欸，讲干话我是很会讲的、喔。还有不一样。我们根本鬼嘛，三重小可爱，我是三重小可爱。我们金城武，我们怎么跟金城武比？我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、啊。